谢客伯，啊你无代无志，你叫人开车去到汪金玉甲罗家峰创啥？这不是救我呢？你安尼一拍一个滚，让我搞呢？伊即摆一定认为我声声句句讲要去自首，迄是你讲白贼。伊嘛会认为这是块圈套，我让伊跳入去的。因安尼想上好啦，你乌心肝混食呢？因个遐臭粗，哼！哎，真正是哦，蛮好人心啦。规矩哦，反规矩，反拢死掉了。你嘛唔免替因叫。啊，不过真去有车撞到，嘛唔知有偌严重啊。伊跑出来，顾我，阮老家子孙，万一也不够一死两命，我是无得原谅我家己的呢。我看你着急个吼，你目眶红啊！我看你真了解罗家峰啊个万俊义的感情啊，甚至只有体会，才会当这么肯定。白的，罗家峰也死了，啊，万俊玉也跟着死了。这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我敢有需要去体会？那这样，你就想想这样啦。万俊玉这个查某真欠噶，伊若死哦，啊，罗家峰迄个废物哦，真正活不了偌久啊啦。啊，不过也是罗家峰死。哦，万俊可能会压起来，替人报仇，大赛四方。所以吼，这届哦，无甲万俊弄死哦，我顶多头疼。后届哦，我一定较骨力的，可能就无人会当替动车啦。我不准你伤害静玉。还是得着急啥？万俊是不是？你是安怎才要紧啊？因为。其实我真爱静玉，我模仿罗家峰遐尼侪年啊，我靠着伊两个人甜蜜的生活，我最幸福的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嘛爱着静玉啊。虽然我出来是珊珊，其实我心内爱的人是静玉，无人会当代替伊的。考试讲因为安尼，你要加重我的罪恶。还是靖宇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。啊，我知影啦，你真爱万靖宇啦，啊，若无你就袂一再反去反倒，哦，很简单啊，我帮你吼，把罗家峰弄死。啊，因刚死了后，等罗家崩败去啊，你就要趁这机会，把万靖宇掠回来，那呢，伊的钱啊，无。阿哥，迄个阿伯出世囡仔，哎，全部拢是你的啊！你甚至会当做一个变老爸，安尼偌好嘞！客伯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卖搞林翠花啦！你嘛是有讲过啊！你袂放过万靖宇的，你三万嘛是爱回死的，敢毋是？你我就无多啊！回去吼，你得袂着的，迄个家风哦，嘛免一个霸占，就亲像。我无多好因团留咧我身躯边，那你姜家人也卖想要利用伊的身体，啊你加减哦，会当哦出一口气啦。也客别话啦，以后所失去的物件，拢会当讨得。客别，我即马是众叛亲离呢，如果搞到你身躯边，我顾有啥物内容？时间到，我自然会跟你讲。家峰，辛苦你啊！我不辛苦啦，不管爸妈、丽萍阿姨、文瑶，因都要出手，拢有责任的啊！我袂感觉疼，你放心。是讲，你到底搁要伫个江头城遐点偌久啊？妈，伊讲药明明都已经客着啊，规个人嘛加足精神的啊，你搁唔回来，我的心内敢足不安的呢。我总是爱先确定，妈身躯面的毒是毋是替你解除掉，我才会当离开江头城那边啊。万一江头城来甲我骗的，妈唔着性命危险，所以我袂当冒这风险啊。好啦好啦，
要唔过江头城迄个人足奸巧的，嘛做六道的，你一定要较注意才会用。我是有看唔到无，我的客家那会跟万靖玉合作会哈？你来啊，做阿哥，紧叫我！我今日气消啊，要提刀搞我台天眼报仇啊！敢真正是安尼？原来你早就偷偷从地港头先来吃哦，看起来真正一点仔反悔的心拢无呢。杜家应该袂算那真诶，俺老刚才我无相信你，你死！你真系臭死人呢！你卖俩总讲你比地港头先后边，你得安全啊！现在我们一个倒在病院，这条小我真的跟你们两个拼命死了。万秋姐，请你喝茶。给我放开！客妹，你这样什么意思啊？敢说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真的是假的，明天就知道了。行，来喝茶。虽然讲恁两个唔是亲生的啦，啊，也唔过哦，未虽然那是共幼小的呢。啊，家己保较袂操作，讲到家己未虽然那精神，偌专情呢。你拢唔知影，我无白惊，嘛听甲讲特别明白。万金玉，你讲话甲差不多的。我讲我讲唔对啊！哦，我讲阮这真是有够衰衰呢，唔只系互恁这对变态爸仔囝解，江道成，阮这这条命，总有一天我一定替伊报仇。金玉这是伫咧创啥？伊安尼一直刺激江道成，干咧害家己愈来愈危险呢。阿姐，你莫继续讲，我唔敢对你动手哦。哎、欸，你愈弄愈笑呢哦！当初是万新民甲你送上门的呢，伊高呼阮客伯，是你想要甲害死啊！伊算讲是自保、哦，你想要甲这小命扫伊啊？我衰啦，我是种甲阮这啦，伊要参像我这尼好运，去拄到一个真心爱我、疼疼我的查甫人，我一世人有只风蝶想。我真死嘛无恙，所以只要是阮家风想要爱，我一定会挺伊个底。颠倒是恁这对白仔囝，咱监督王哦，早就已经替恁存好一间 VIP 是专门招待恁的啦，保证予恁生生世世踮伫个地窖内底受尽折磨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竟然拍枪哦！你现在敌国不如呢？你敢点去？你假是讲我是软性子的麻子，一点脾气都无？还是你惊万新民受过孤单？你想要来去陪你阿姊啊？凯美，凯美啊，别跟这小查某计较啦，别出去，跟我来就好啊。好啊。这个查某就交给你处理了，伊手过差，上好啊，把伊喙齿挂掉。嗯，唉，但是你搁对伊唔甘，那呢，我是会当叫大威，甲你斗三工哦。免，万青玉，你真好胆呢，你讲客袂过诶。正口倒下，
你真吐袂停哦！你做你动手，只要卖伤害着宝宝就好啊。啊，那无你无法度让江头相信人鱼啊。我做袂到啊！好大你的动手啊！你这款拄着代志，随便伫恁客户背后的臭事啦！我笑你唔敢啦！哎，我动手伤害你，我甘愿直接甲江头相拼。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的。你一个人无法度应付江头先甲曾大威。干你当搏一届啊！袂用的，你真正有危险。你来做啥？迈过来啊！不累啊，你今仔吐血点了啊！敢敢亲像太是你爸爸？原来你去灵堂，规个口腔咧，目屎流目屎滴，就是设计要掠靖宇，你真正不是人。静宇，你甲江道神当作是好欺负的哦？佮咱讲，老夫灭命，我嘛有斗相共出手救哦。结果恁亲门大户无大金，竟然离开的时阵。连一句多谢都无讲，就想要离开啊！阿姨啊，阿姨啊，你怎做啦？你不要搞 A 囝嘞！阿姨，阿姨，金玉啊，结果你妈要见我啦！妈应该跟我走啊！啊，不是讲，啊不是讲，你该懂啊！刚讲，刚讲，你有瑞兰的公布，不是该有啊？后面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用我这条命甲你破的。文轩，这狗啊，先给你妈杀掉。好，呀，进来。啊，哥哥，你也活计该哦。你不是讲，只要我甲珊珊拄着，你就照拼照行。想走，卖状况愈来愈严重。我哪有答应过你啊？我只是跟你讲，你若好好表现，我会考虑啦。你讲的无算话嘞！好啊啦，恁两个人啊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卖搁演戏啊，无人相信你啦。原来迄粒解药是另外一粒毒药，罗瑞安。串通我啦！要害死你跟你妈妈！江道成，加油嘞！客妹，是我拜托你，我问你卖闹啊啦！你可真正有啊好啊！我真正无想要拍害死我妈妈的罪名。罗瑞安，你若是够有淡薄良知，就紧把加油啊送过来，唔通让你妈妈有愧，大家无愧。道君。来走！客妹，你哪会当骗我啊？你明明知影，我妈对我来讲是上重要的人啊，敢会当看在我对你遐尼死忠的份上，放我妈一条生路？别加油，我拜托你。啊！是你我跪来给你求，要跪哦，免啦。只要你哦，搁替我办好一件代志，迄解药我就给你，安怎？要给我包一堆。